用浮渣把油温升高，油温升高后再次下入鱿鱼，把啊头埋地，玩一把猪。我吃过饭了吗？那肯定是吃过的呀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你在玩什么呢？81点攻击力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点蓝卡大丁。不带征服者，就带电信打一套啊！护符皇子，全军出击！我要看到卡拉丁回不回来，打他一套。你妈的都不刷野的吧？对线都不要的吧？这么恶心人的，野都不刷的这个，他这样刷野很伤的呀。感觉 Q 没炸到，炸到他死了。我想一下中段男枪出啥，麻烦不断，我可没时间胡闹。虚张声势吗？这人有病吧？一直搬个卡拉丁。卡拉丁他生气了，卡拉丁打男枪很难打的，我之前就被恶心过一把，对线完全没法打，除非打野肯来帮你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
看来班也没有用，他不刷野的这个人，三级。他得选一个别的英雄，选皇子抓不了。他死了。哎呀，我操了，没到六级，一个兵八点经验。我想着这波兵到六级他就死了。这两个人该不会是双排的吧？我感觉现在双排选中野位置挺难的。我等一下倒六，我直接把这卡丁一套秒了，他没闪现这波。我感觉这经验够的，还是少八滴啊。满血直接秒了。还带了一个红水晶的，没有用啊。这伤害就是这么高啊。没有大不好杀他了，走了。抓不下了，来妹一起飞一下。感觉这大浪费了。麻烦不断，一定要点这个气能神行，这样就不缺蓝了，不然又会有点缺蓝。直接幽梦了。感觉这皇子好像没吃红，我就帮他吃一下。这卡丁他不知道怎么玩了，卡丁这英雄需要发育的，他这样发育不了。
有点不太对劲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我去拿先锋去了。他怎么吃我钱啊？我刚好我要拆拉个一血塔的。妈的，被他框出来了。我他不会被他 A 掉了吧？哇，这个人宽哎。还行还行，还有最后一个。不会过来分我钱吧？哎呀，真给他分到了！麻烦不断。我们去刷一个皇子，蓝刀。这皇子前面一直搞我。最主要是他还到九级了，有点不可思议啊。啊，走到我先锋开上路了。他好像不走他这波，他要杀我。来了。那打高恩出护甲，忍者鞋我傻掉了，高恩怎么现在打不过他呀？不了，想到好主意了吗？奥文伤害蛮高的，我主要是感觉他这么出的话，对线应该比较难打打奥文，但是他对线打过了，只能说他玩的比较厉害。
你看赵文这伤害，我都打他打大树打不动，赵文给他拍一下半血没掉了，我不敢过去，我这个血可以打来啊，我们四个人，我绕一下，太怂了，别怕，我们四个人呀，主要站位调一下就行了。调一下站位，我和你在一起的好吗？等着狂人过来打他嘛，感觉可以再来一个黑切，我们这边三物理伤害，不过先得把青羽做了，试试我吧，哇，这么能溜，这头也不回啊，麻烦不断，1350刚好钱，来个 红青羽，不然这前排 有点不好打，下一件补再补个黑切就好了，待会可以站撸了，我有红青羽杀前排也很快啊，点他点他，我来了我来了，别怕，
哇，这大树跟鬼一样。知道吗？每次会跟我打都是旁边有人在的。可以卖一个破绽。哎，他怎么勾不到我呢？我想把他带过来的。等级不到吗？14级才可以啊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兄弟，幽默，给我敲一个！刚才不是你都已经出锤了吗？快点快点，敲一个敲一个！试试我吧，我锻造的武器没有名字。好像来不及啊。现在来得及了，他们没一眼，这皇子直接下来送了。没事，他们拿到大龙 也赢不了。给我发问号干嘛？我又不是打野，我不用背锅了。我玩打野大龙被抢发问号就算了，我玩中打野发问号，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是打野？再来一个黑切吧啊，刚好 CD 起来，而且可以给队友提供穿甲。这个寒冰跟梦魇没啥穿甲的，它只有一点固定的，我刚好百分比和 A 两枪叠满了，共享黑切啊。说实话，我这装备有点猛。有双抗，有血量，有 CD， 有穿透，终极爆弹来一发。
等我来再来个15，我就站着撸，当又当前排又打伤害，有点无感。这卡丁想杀我，兄弟们保护一下，他要二闪了，发波伤害，打了一波549。